like everything about you. Yes, I do, yes, I do. I like everything about you. Oh, I like everything about you. But I came in on Monday and I didn't see your face, and came back on Tuesday and you weren't in the...嗨，大家有看到我的背景吗？我的人现在在镇海，就是这个呢是暌违了3年半的樱花节，就是镇海最有名的那个樱花节。然后我终于也是暌违了十年有了，重新来到镇海赏樱，我非常的期待。然后因为今年的樱花呢，就是开得比较早，大概提前了一两个礼拜吧，所以现在的时间是3月底，樱花就已经满开了，非常漂亮。好险今天就是我有预约要来看樱花，因为镇海的交通我自己的话会觉得比较麻烦，所以我今天呢也是跟团出来赏樱。耶、yeah, 好开心哦，现在樱花大概有80%都开了吧，因为釜山的话大概90%到满开了，这边的话大概80%，但是已经就很漂亮了。跟着我去赏樱吧， Go Go。漂亮的樱花一整排超多，然后这边呢是那个以前的铁路，现在没有在用了，所以铁路的两边就是种满了樱花树，非常漂亮，超多人。今天是平日还是很多人哦，耶，好美哦，全部都是樱花。都是六寸啊，都是六寸，六寸。嗯，送给对方那个，可得回来吗？要不送。哇，这边一整片都是，好美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便利商店买一点喝的跟吃的，我们要去樱花树下野餐。要吃什么呢？因为我还没有吃早餐，所以想说来吃点东西。好可爱哦，这个。要吃三明治还是吃？我要吃饭团。可以看到我后面就是整排的樱花树，非常的美。这边是一个小公园，然后一样也是种满了樱花树。就觉得来这边野餐应该会蛮舒服的，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我们就来吃刚刚买的年糕，然后跟便利商店买的三角饭团。先来吃红豆口味的。嗯，是红豆吗？是红豆，它感觉就是今天现做的，非常的软，好好吃哦。外面那个白白的是什么？豆粉。豆粉，嗯，就豆粉沾上红豆年糕。这个是艾草口味的，三角饭团。大家三角饭团都吃什么口味？我都是第一选择都是鲔鱼口味。这个是1100，是不是有涨价？之前好像是1000。好险，就是樱花开始盛开的时候，天气非常好。因为如果这种樱花只要遇到下大雨或是刮大风，很快就会没了。又好险这一个礼拜都是天气蛮好的。嗨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镇海的第二个景点是那个鱼佐川，它就是呢有一个川旁边呢是开满两排的樱花，这边的话也是人非常的多。我觉得我们就连平日来就这么多人，不知道假日会怎么样，感觉会很可怕，感觉应该是人会比樱花还要多很多。我们这次来镇海这边呢，遇到非常多的旅行团，就是很多台湾的旅行团都在这边。
镇海的樱花节也是暌违了四年举办的，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，就是聚集了满满的人。Hey stranger, look my way. The coffee wasn't great, but I'll stay anyway and come back tomorrow and order another one. Because 到时候如果我们要做，我们再去找你。신혼한거같은데당신인데요刚刚那一家呢，客满了，所以我们换了一家。这一家呢，也是卖类似的东西，就是一些汤类。순두부它有附荷包蛋，然后我们点的嫩豆腐，还有一些肉小菜。这个肉是什么？是小菜吗？这是猪肉。因为你们点的是这个啊，那这个对，可能是本来就附的小菜吧。哇。这旁边呢，就很多在卖小吃的店，像这个辣炒年糕跟炸物什么的。然后旁边呢，就是整排的樱花。哇哦，烤乳猪哎，这怎么半桌吗？这好酷哦！哇，经典的时候，然后好了，我们决定要来休息了，因为集合时间还有两个小时，决定来喝咖啡。找到一家很可爱的咖啡厅 ，Yellow。可以看着樱花喝咖啡耶。这个饼干是店家赠送的，还蛮贴心的，而且它一杯美式才4000，很便宜。忍不住拍了一下厕所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真的太贴心了。它的厕所里面有这么多的护手霜，让你任选你想要擦的。很棒耶，都是欧舒丹。今天要吃的呢，就是这个，这一家推勾鸡会馆。这是我在地朋友推荐，他说价格合理又好吃。我没有吃过，所以来试试看。自助吧非常赞，我最喜欢这种，全部都可以自己拿。这个是附送的小菜，然后他用这个一个很复古的大铁盘装，就是基本烤肉店会有的葱丝啊，包的生菜，然后跟这些酱料。我们点的是综合盘，综合盘就是有 Tteokbokki 是综合肉，就是各种骨头边边的肉吗？对，然后跟五花肉，还有一个猪皮，就这样。它的肉很特别，就是每一块的那种肥瘦都不太一样，就有点像是猪杂肉。然后我们这一盘的话是综合肉是23000，对，可是呢，提供给的重点就是它里面没有一些什么梅花肉啊，然后猪腿肉啊，还有五花肉，这些商品性很高的肉都不在，就是那一些肉以外剩下的肉。对对对，它的这个开瓶器好可爱哦，是那个啤酒箱哎。来吃肉咯，这个真的超级厚一块的，感觉就很好吃，然后可以自己沾喜欢的酱。我先沾咖喱粉好了，对，那先沾芝麻油加盐。嗯，它的肉虽然都是瘦肉，但是一点都不硬哦，非常嫩，很好吃哎，好吃哎。它的肉有一个香味，就是有一个肉香。对，就喜欢吃肉的人可以来这边大吃，然后也不会太贵。这家的价格虽然它在西面的算是正中心，可是我觉得它的价格真的蛮廉价的。
成恋爱的那个咸龟出的甜点，感觉好像很厉害哟、哦，来买一下好了。好的，我们最后一站呢，今天来我们家的屋顶，然后呢，我来开箱这个咸龟他出的这个甜点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它的话，我听说是蛮好吃的，就是咸龟开的咖啡厅出的甜点，然后它是这种布朗尼，嗯，很特别，它是外皮是巧那个可丽露的外皮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巧克力的生奶油。然后有一点蜂蜜的香味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可以买耶。这个多少钱？我觉得是好吃的耶，以便利商店买到的食物来说，我觉得是好吃的。好吃，可以，咸龟做得好。